大家记得 login YouTube 再开始睇片啊，同埋记得 subscribe 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李石云、魏志豪、麦卓华、麦换潮人。我哋今日咧开箱究竟系开箱啲咩产品？不过咧，我谂大家咧，即系如果按逻辑估咧，都估到噶啦。近年咧，即系我哋喺疫情之后，大家可以去旅行咧，都多咗咧，就需求一啲嘅充电产品。咁首先不如介绍你台头呢嚿先啦吓。咁你都系新买嘅呢个？系嗱，呢个咧我就系新买嘅。今次咧我行咧深水埗，呢个喺深水埗买嘅。我自己都有用佢嗰啲绑牛啊，或者尿袋都试过用。冇错啦，呢个牌子我都觉得 OK。虽然咧有部分产品，我觉得佢都系 OEM 嘅，好似。同其他牌子都幾似樣，咁但係唔好理佢係咪 OEM 啦，總之個質量 OK 就得啦。咁佢原來咧就有一嚿咧，就係20000個 mAh， 不過寫明咧就係支援兩種快充制式，包括咧就係 PD 同埋咧 Quick Charge 3.0， 可以去到100W 嘅行動電源。係啊，咁啊頭先我哋講外遊啊嘛，咁啊其實咧20000mAh 同埋100W 咧，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可以接受嘅，即係都唔會超過。冇錯啦，咁啊100W 其實講緊 MacBook Pro 都推得喐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其實咧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嗱呢一個咧就係盒嚟㗎，李石雲可以幫我開一開箱啦。咁啊睇下究竟呢個實物本身咧係咪真係我心裏邊想要嘅嘢啦。嗱今次咧其實佢就冇乜花巧嘢嘅，連說明書佢都叫你自己上網 download 嘅。咁啊一嚿電啦，就再加下邊有一條咧。嗱，嗰條線係最失真嘅。點解我咁講？頭先我其實開過。誒，係咪留啲啊？個樣係啦，我就可以靚啲編織線啊，或者實可能就係佢特登俾條留啲你，等你再配啊嘛。你覺得差唔差得喐65W 咧？咁係咪呢啲係似係內刮啲嘅，即係冇咁易刮花嗰啲？係啊，嗱，同埋咧，其實咧，嗱，我懷念有部電話喺度，我拍埋你成日部電話啦。其實個大細咧，本身嚟講唔好計厚度先，淨係計大細咧，其實同一部咧 iPhone 咧就差唔多嘅啫，即係 iPhone 14 Pro Max。平時咧我就自己帶兩部電話嘅，咁啊同兩部。电话嗰个厚度差唔多啦，薄过两部电话少少添啊，厚过厚少少，厚少差唔多系啦。电话嘅大少少系啦，咁你会见到咧，其实咧个厚度我觉得可以接受嘅，咁同埋咧嘅重量都唔算太重。嗱，以前20000嘅 mAh 咧，其实小米都有出过，因为呢个胶壳所以比较系会轻身。系啦，呢个可以去到100W 嘅 PD 同埋 Quick Charge 3.0。咁我哋睇呢样嘢咧，其实而家买电咧，除咗睇牌子，就系讲紧咧佢究竟咧即系个能力够唔够啦。好啦，嗱，我哋望一望啲。头先其实呢一部咧，你见到咧，其实佢就有一个传统嘅 USB Type A 嘅头，两个，一个支援快充，一个系普通嘅 USB Type A， 冇错。咁中间咧好简约啦，有一个 USB Type C 嘅头，可以攞嚟充佢又得，冇错。嗱，咁啊留意，如果系 in 嘅话咧，佢都支援65W in 嘅喎。呢个系比较少有嘅，好多时咧，其实入嘅时候咧，最多都系去到25啊或者30嘅啫。呢一个系可以65伏全速开动嘅。三个一齐砌应该系65，就再加两个噶啦。嗱，买电嘅时候咧，我就建议大家咧，真系要拆一拆佢咧，睇下有冇而家我影住呢一堆嘢喺度吓。嗱，香港嘅机场咧个保安检查咧就相对咧系比较宽松嘅。其实咧佢唔会话太过抽称你啲行动电源，但如果大家要去内地咧，其实每一嚿嘅行动电源都要喺机场个保安检查咧拎出嚟嘅，跟住佢就会睇你呢嚿嘢啦。嗱，唔使惊，英文都冇问题。佢最主要咧就系帮你睇下咧究竟呢一个咧 capacity 嗰度啊，嗰个 wh 究竟系有几多？嗱，呢个系74个 wh， 唔过100咧就可以上飞机噶啦，喺内地。咁你可能会话，哇，唔系，我嚿电咧磨到咧冇字噶咯，咁我就劝你唔好带离境。系啊系啊，其实都系靠呢粒字，系靠呢粒字，佢真系会有咩仪器 check 你。系啦，佢亦都唔会咧帮你 check 翻呢一个嘅 model number 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记住咧要留意翻啊，究竟咧你呢粒字咧系唔系咧真系仲咁呢个都唔算贵啊，呢个牌子，譬如头先我哋讲。都系算系可靠啦，咁样都用过嘅，咁啊都系300多蚊。嗱，我上网睇咧，佢嗰个建议零售价咧，其实咧就去到咧差唔多成讲紧400几500蚊。但我见你实买就系啦，我实买咧，所以你去揾下嘅，300几蚊，仲要咧买两件咧就有平30蚊。好，咁跟住我知道李石云都有啲得意嘅话俾我哋知道。系啦，咁呢嚿啦，之前我哋都介绍过啦。我话好似系扭住个风扇咁样。佢根本就系电脑级嘅风扇，所以咧风扇佢系比起任何嗰啲坊间任何嗰啲无线充电咧系会散热得快，所以佢会充得快，因为佢冇咗热呢个问题。热其实真系好一个好大敌人。任何一个即系坊间大部分。
都唔會有風扇俾你，或者好細嘅風扇啦。咁樣呢一個係大風扇啦嚇。咁、所以上次我哋就講佢係比較功能性啲，但原來咧佢同個廠商咧都出咗個新嘅配件，咁就係可以將佢嗱首先咁樣係拍落去啦。哦，即係砌得埋嘅喎，原來見到咧我哋呢個 MagSaver 幾多代啊？呢、這個又唔記得三代，係3.0嘅 MagSaver， 咁就可以咧透過一啲唔同嘅組合咧，就可以令到咧佢係有另外一啲嘅功能啊，或者一個排位啊，佢叫做啦，因為佢可以拆開嘛，係咁、所以咧佢亦都可以擺喺屋企用啦。咁係啦，我組合咗佢先。好，我哋而家睇一睇究竟組合完我哋可以做到啲乜？而家李石宏咧就組裝緊啊，將呢個 MagSaver 3.0咧就再擺落去一啲咧組合裝置上面。即是这样好那我的线哦这个线可以收好我估到是什么来的那可以插个耳机啦是啊、另外它有个圈圈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忘记了带 Apple Watch 那条线那你穿下去就可以了、所有线可以收得靓靓仔仔的是的、那前面是这里就可以黐埋个电话上去，吸到嘅系哦，即系自己有个壳啦，系啦 ，MagSafe 嘅壳可以黐到上去啦，下边就系嗰、那个耳机啦，跟住后边呢一个位咧就可以 plug 埋嗰一条嘅Apple Watch 嘅充电器，跟住自己就可以摆埋只表喺度充电。系啦，咁就系一次过充晒三样啦，即系手表、耳机同埋电话。咁即系你去旅行都好方便，即系你喺屋企咁就摆台头，咁一次过充晒三样嘢，咁去旅行咁只要將佢解體，跟住咧就好容易收藏。好啦，我哋俾個參考大家啦。其實咧 B 字頭嗰個咧專出生果嘅一啲配件嗰個牌子咧，都有充曬呢三樣嘢嘅充電座嘅。嗰、那個座差唔多成1000蚊。嗰、那個冇得接嘅。係啦，係啦。同埋嗰個你帶唔到去旅行嘅，即係你帶到嘅。佢係好似棵樹咁樣壓開曬啲，係嗰個好壓。咁嗰個就擺屋企。係啦，咁啊，另外就用火牛嘅。冇錯。咁啊，同埋另外就係我哋嗰次介紹過咧，就係嗰個摺板啦，摺板又可以做到呢一個功能啦。咁但系折板咧，其实咧我唔知阿李石宏咧有冇试过咧，有朋友就话俾我听，比佢想象中差得慢嘅。系噶，你唔好谂住急冲用啦，咁都系临瞓之前摆好咁样。嗯，咁所以今日呢一个咧又有创意，系啦，又可以自己搞得掂咧，大家都可以谂下。好，下星期开箱环节，我哋再同大家揾嘢翻嚟开箱。